嘉泽。雅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等朋友呢。你呢？还记得那年那个秋天，温柔的笑脸好久不见，只记得最后留下的想念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后从未变迁，曾经雨下的喂姑姑，多少深情的碎片，他还没来。究竟该剩下哪些？没有看到他。有一种成全转身无言，他有什么特征吗？蓝色长裙。暑夏天过后一起会更甜，女色风衣。可是为何没了见面，我的音符静止瞬间，没了心跳的音乐。有人刚才还说过对喜欢的人当面告白，究竟该忘记那些，就这样全都忘了吧。回忆思念又怎样，有些东西你不去争取就只能失去。现在的感觉既陌生又熟悉，原来是你。